这个影片吼、哦，是伫叫做辛德勒名单吼、哦，着伊用钱甲买来，所以伊袂甲伊破产迄天，伊佫甲伊讲讲，你安尼，佫送我这个金啊，伊真自责，讲着我内当较欠呢。我会当加买十条性命，甚至伊讲我这个徽章是纯金做的，哪会当卖买这个徽章，会用加买两条性命？佮看到伊的手指、伊的手表啊，伊讲我若卖遐敖开钱，今仔日我犹太人因佮加买几下个，等于安尼一个一个算的时阵，算到伊心内艰苦哭出来。你听到迄个哭声，我感觉到讲，咱台湾爱追求的是虾米？咱将来唔要去教导咱的囡仔讲，检菜你老性命有亲像这个辛德勒同款，你有真济财产，你有足济足济财产的时阵，你敢愿意用这个钱去买到？当初是伫台湾六十几年前，你被屠杀这些人，你敢愿意用你的财产去甲买过来，去甲斗三工？我相信有，也毋过伫这个中国人的政党来到咱台湾，伊甲咱这种思想、三听的思想拢甲太抬死了后，佮甲恁讲讲，恁袂当安尼，互恁竞争。所以你甲看到犹太人迄、那个辛德勒，伊个心态敢讲为着要做善事，毋是？伊嘛毋是要互后代人讲，哦，咱着即个人哦大善人。伊个希望，伊个愿望，敢是讲我用这个钱甲恁买起来了后，恁大家看到我爱尊敬我，毋是？当伊钱买了的时阵，即、這个辛德勒伊准备爱走路，爱准备防弱，准备防对杀。伊的财产拢无去啊，所以当咱当来看到咱台湾，你讲六十几年前伫台湾发生的代志，叫咱讲啊，好袂记哩，这是不可能，因为拢还袂算数，是变哪袂记哩，所以伊佫到后壁，伊的影片。